我真抢过来了。哦，十秒，这是真才十秒。那行。有饭。来吧，加油，力量。老弟，兄弟，你这哪里风水好哪里用哪里？看风水啊？啊，看风水。那我想看个风水师的哟。哎，那都不用了，我们必须得就是靠图的哈。是的。好的。你往哪种形状的？矮子都不比了哈，高子都不比了，都挖个正常形嘛。不对呀。好黑呀、啊，这么简单的嘛？我在想，这图是值不值得？哎，我觉得没什么值不值得的。我觉得过程很重要。动不了了。我不会动那个。我要杀他。口口干，来，阿涛，你负责这个吧。好了，家里人都在误会了，现在。我们桃子已经把洞挖起了，走吧，看猪儿吧，那些都是我屋头占一点点猪儿，都可以看一下。占一点点，我看到别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个输了哦。输了。输还不好。哈哈哈。输他耍的烤漆他都不得断，我们在这儿想胜论。讨厌。我想问你在想啥子？我没想胜论呢。我没想胜论呢。让他输。你会不会用锯子哦？不是，他第一，他要给他开个口洞。你还没，你还没讲自家出生的。我这两个锯子啷个撇起的、啊、？OK。哎呀！这是十五了，没事没事。小问题，有些东西都要付出代价，有些东西都要付出代价。我们先做一个那个啥子？啊，这个先那个三角形的，那个就是一个壳起来，可以到时候搞了后的，然后这个，那么锯下去好短呢？啊，那个锯嘛，锯四根棒棒插起，是吧？我二把还没，我哪上没用就行了。你那边没剩了你？好，用那些，然后我们再弄成六个小短短嘛，小结结。哎，然后三个一架，两个一架噻，两个一架呀，三个吧，三个两个的胶插起，两个，然后多进多到三个，必须要三个，我要多到泥巴里头，多泥巴那个泥巴才有用的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个位置这个混着是那个口子的吗？它温度高，温度，温度是那个哦。那就给它放下来的嘛。就这样嘛，就那个试探看，然后我们的图图啊，我们图图，不，我是不是还弄那种？还放那个图图纸。啊。啊，对了，来吧。弄黑板一样。来吧，反正是要样的。也卖不得塑料，是不是没洗？那是什么？说是说嘛，就是没洗。
释放好了，放好了，然后现在就生火开始烤。不能烤。烧吧，烧吧，哦，把它弄起来吧。那就是热的食材，真不多菜多，菜多才好噻。嗯，发财。要得。炸。红红火火。要得，红红火。先把它那个水分出来了咯。放水中烤。来哦。好，哦，好吃哦。好嘛。好久没喝啤酒了。这是把火看了哈。这个不开玩笑。可以可以。对啊。也是烤鸡的功能。嗯哼。人生如葵啊，我记得那是怪西哥说的啊。好，干了，可以刷东西了。那是料酒哈。哇哦。OK。好，你好。哎，感觉好像飘飘欲仙的哇！我操！好呀。是火锅牛肉锅学的哦。看得出来那些动作。那个不是专业菜。嗯哼。OK。最好没那么多讲究，想去哪里就吃哪里。哎，来，来，来嘛。我第一次能够烤那个兔儿蹄哦。不可能吧，我不可能都吃一个噻，不好吧？啊？你都只吃个腿子，怕不合适吧？我说我第一次吃那个烤兔儿。把那、这个，把那个背肉。我的背腿嘛。看来好不好吃啊哈？这是没汁水，好嫩啊！尝一下。糟了糟了，吃点儿多了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啊，弄起我又占了便宜哦。嗯，啥子便宜？吃的多多吃了，吃的少少吃了。嗯嗯，好了，那个孜然味儿。哇，都烤老了哦。没有，闻起来好香哦。嗯，好久没喝啤酒了。那啥时候喝啊？还行吧。这要减肥。你光要吃啥？不，我你越胖越好。有肥逼小孩子。哼。哈哈哈！真的比比一下。更脸更小。嗯。